2728，王毅跟沙利文举行了战略沟通，前前后后谈了六轮，总共11个小时啊，谈什么呢？中美嘛，敏感问题嘛，但可能包括台湾重大国际地区的热点啊，俄乌啊，啊等等。然后中国外交部的美大司长说，双方都认为啊是坦诚的、实质性的、建设性。有具体内容出来，然后点出了台湾啊、民主人权、道路制度、发展权利是台中方呢在中美关系中画出的4条红线，哪四条？再讲一遍，台湾第一位哦。好，第一条红线就张又侠讲的嘛，民主人权，对不对啊？道路制度、发展权利，4大条红线。好，关于这个沙利文到这个北京的事情，我就想听介大使怎么讲啊。这个白宫的新闻稿抢先发布。从这个结果来看，应该谈得还不错吧？啊，就计划未来几周内已经先预告了，会有习近平、拜登的通话。那这只是第一步，那最重要是见面呢。11月在这个秘鲁举行的峰会当中，秘鲁外长也已经证实啊，两大领袖都会参加。所以啊，有通话啊，那如果说到时候会见面的话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沙利文这次得到他所一切想得到的？那我们就细部来看，比较特别的是哦，沙利文指名要见张又侠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有个非常非常短的视频，你就看到这个张又侠啊，这个只是握手的画面，双方的脸上都是带着笑容，但是有另外一个画面，稍后镜头中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个张又侠呢，罕见的转向了正面。哈哈大笑，笑得很开心，当然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，但是这个现场哦，什么事情让张又侠笑得这么开心？大家的想象空间很大。然后他见沙利文时候讲的这句话也很有意思，你提出与我会晤，对不对啊？在这个新闻稿当中倒没有写，因为我看新闻稿一定是看是不是应邀跟你会面还是怎样，不知道，但是他这句话就很清楚了，你提出与我会晤，是沙利文指名要见张又侠，表明美国政府呢对于军事安全还有美中两军关系的重视。那沙利文说什么呢？呵呵呵，很少有机会进行这样的交流，都要卸任了才来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其中呢，大陆内部怎么看啊？中国的评论员认为，这3天沙利文应该是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果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是不是美方才抢先公布这一切，都是成果中的一部分？那接下来双方有很密切的接触嘛？8月29号，沙利文有说，美国气候特使9月第一周就要到了，还有双方的中美商务工作会议在天津登场。介大使怎么看待沙利文的此行？我想就是说，这个外交永远都是内政的延长啦，尤其在美国此刻这个内政是一个严峻的关口，说啊，我觉得沙利文去中国大陆着眼的还是美国的内政，哎，那我觉得占到4%，这个政治人物都是自私的，自己利益摆第一的，我很少看到说政治人物把什么国家民族利益摆第一啊。那现在你可以想见，现在就是说对于这种像这种拜登这种的老式政治人物哈，那么拜登心里想的就是说他的遗产是什么，他的英文就是 legacy， 他留下了什么好的礼物给美国，留给美国的这个社会，给还有他的接替他的这个哈世世代代人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 legacy 啊，那然后他下台要有一个漂亮的据点。对，那也就是说他在他任内提出的很多的政策目标他都达到了，然后呢也反驳了他的政治对手，像川普就说，为什么现在世界这么乱，就是因为这些世界上这些非常能干强悍的领袖都不尊敬拜登，把拜登当作不尊敬的对象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。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拜登来讲，他需要一个他的下台要弄一个漂亮的句号，对，然后他的遗产哈都能够怎么样，都能够兑现。那对苏利文来，他去他也很重要啊，因为他也不想说他在这个中间跟中国大陆之间这个对抗以后呢，他下台以后呢，中国大陆像对付川普总统的那一帮子他的狐群狗党的，通通给你列入什么制裁对象，对，制裁名单，超惨。庞佩奥制裁对象搞得他这个连瘦了20公斤啊。一点油水都没有了，全是下台的美国高官里面最惨的一届就是川普那一届，都被中国大陆列入不受往来对象，而且你将来参与的企业，
那个企业我们也禁止这个企业跟中国大陆做生意。谢大使当然就说沙利文可能有个人生涯的一个盘算，因为毕竟他还年轻嘛，那他的家族在政府这个势力也很绵密，但你觉得呢，他的主子拜登交给他的任务他达到了吗？都给了，都给了。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台湾问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，是台海稳定的最重要，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中国大陆见你这个哈沙利文，他怎么不晓得他的来意嘛？他不怎么像你他们这些人，还包括他的组织拜登现在的心态。对，当然啦，就是能见面啊，能通话哈、啊，就看得出来、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那我问你，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愿意呢？那就是台湾问题上美国让步啊，对不对？美国做出保证了、啊。这些不会强调的问题才是我认为我的推断最主要的。好了，你要见今天说实话，你要见这个哈，这个张又侠，张又侠说你要见我也见你了，对对不对？这个是拜登他政府不断的强调要恢复两军的正常沟通。但如果说谢大使判断啊，就是中方在台湾问题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，那么啊，拜登政府向来在中国人心中就是不守信用嘛。好，那这个承诺可以兑现吗？就是说，起码他承诺了，这就难道这样就不容易了？那对于这个，对于赖清德，我想双方应该达到了一个哈，互相充分交换意见。对，然后呢，对台湾政局呢，美国也会做出某种承诺，起码能保怎么样？能保到拜登到下台，到明年一月下台。所以，对，所以这个张又侠才会笑得这么开心吗？那当然了，张又侠笑得开心，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说。我就给你个面子，我在 APEC 跟你拜登啊，表示我们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可以，你这个拜登我对你还是很重视的，对对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就这样，那拜登就要这个啊，就要几张照片啊，你看我对中国大陆这么样这样，你看最后我们还是怎么样，还可以像两个怎么样。两个男人一样在这边啊，还可以这样，还可以见面，对啦，因为从官方发布的视频啊，你看到就从官方发布的视频都有相当的含义嘛。如果谈得不好，那一定不会发布张又侠笑的画面跟照片啊。对。所以从这一切的一切看起来，这个沙利文啊，忍辱负华，看起来是报仇丰厚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